果是1962年就发行，这个歌主要是 Paul McCartney 写的，叫做 Love Me Do。 那我们这个歌有两个女主唱，所以就今天也是比较不一样的组合。好， Love Me Do。 先笑，我可以合音吗？你跟我合音，你要合音哦。就是 John Lennon， 因为那个 John Lennon 就是吹口簧。这首歌其实歌词不长，可是我觉得那个口琴的加入非常的有趣。多才多艺总监，晚上就这样子吹。女人的地方就是很好玩。耶、yeah!
好，哎，我们是不是就是接下来是今天的最后一首？胡闹的最后一首。对。好，接下来。